谁醒了？晚上好，皮卡丘，上课，感冒没有？我刚刚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晚上，我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睡了一会儿，然后精神点。谢多多。晚上好。我杀青了，杀青了哥。我没有啊，我没有感冒，没有，欢迎谢悠悠，没有感冒，我健康，没有生病。王老师把这个放这个地方特别好，是不是？你加油，我整不动了，我真的要休息了，我太累了。消化点，消化点。啊？我刚沙发上，我车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快晕过去了，贼困，在车上就，哇！谢谢我的欢迎的朋友们，谢谢朋友们左上角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我是小李。不饿，我不饿，吃饱了，吃可饱了。行，我不是健身主，我没有啊，我没吃药，我没生病。我是黑眼圈，盖不住了已经，多要命。白说接不播，就睡了一会儿精神了。就先想接点睡，接点睡，一会儿就睡了。晚安。我新朋友，没去哪耍，我回来好久了，在这儿躺了半天，听俺老师唱歌。没有，还行。最近比较累，最近点儿不正。回北京了。啊？啥东西？啥东西？没名字。Get a band. 等一下，啊，你们说啥？
好。啊，特别羡慕安老师，安老师是跟你们说了吗？他睡得特好的觉，他睡得特别好的觉，我特别羡慕。我是不是今天播的点太晚了，所以你们都睡了？是不是你晚上好，晚上好？是我播太晚，所以你们都睡了？要不今儿早上睡觉吧，欢迎猫哥。你咋又在生啊？你对你在生吗？谢猫哥。哦，你们还有东西可以看，我没有。谢猫哥。哇。回北京太折腾了，想想后面几天的行程，我也头疼，头大，真的头大。谢大白，漂完头发，你漂啥色？我今天特别认真跟我讲，说让我不要，我啥时候我杀青完了，我回北京了，特别认真跟我说让我不要那个再染头发，就后面项目可能都是要见的话，就要黑色的。没有，后面得，哎呀，月底得飞来飞去，粉紫会厉害。我漂头发，我怕头疼，我怕那个头皮疼，我特别怕漂头发。回家不行，我得去朋友婚礼，婚礼完了去看看我，看看我妈。这两天把行程给定完，定完了就好了。想看我吃东西，你想不想看我干点别的事儿？怎么还有婚礼？还有婚礼？对啊，人结婚，人结婚不是我结婚，这不是我要结婚，婆婆结婚。嗯，哎呀，老忙了，一结婚，对吧？就也开心，看别人结婚。我去，你说我是去干啥呢？我去俊个三五逼人，我姐也要去。我不一定，我不好说，我结婚这事不好说。我结婚去，还我今天还说我爸生日，今天重阳节，宝子们，对吧？我不要，我不强说不话，我可不强说不话。对，主要是粉丝钱。哎，哎，哎！粉丝钱肯定是要加，人家结婚嘛，对吧？哎，好油啊！我今天的这个脸。哼，我结婚时候把分子结合分的收回来，是这意思。哎，骄傲的。五月给我赚出来，五月上哪给我赚钱？五月，当什么？当中，给我帮我配吗？五月不是我的宝，又不是我的宝宝，五月是安老师的宝宝，对吧？那咋办？那我为了要份子钱，我现结，啊、嗯，没事，哼，欢迎的朋友们，不好搞，朋友们，你不能为了收份子钱我就硬结一个婚，那想什么话？是不是朋友们？谢小姐。嗯，多少来着？我晚上真的在写。欢迎记忆。呵，
怎么样？最近生病的朋友们，最近生病的朋友们有没有好一点？我天堂，谢谢。你可以去兵哥那，你可以去兵哥那，我们聊会天，聊会天，我挂个时长。好吧，你可以去兵哥那，没事，我挂个时长。我不在横店了呀，我杀青了，我杀青了，同学。是不是最近生病的人很多，真的很多，就是什么那个 流感啊，感冒啊，或是那个阳的那个。欢迎朋友们早上起来点点关注啊，谢谢大家。朋友们一起点赞。然后我也挺怕那个，我爸也怕，我爸那个啥。哎，谢宝子玫瑰花。好多人又阳了，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进组，朋友。该进的时候就进吧。我把我那个，我怎么能把那个贴纸给摘掉啊？这个贴纸现在就永远在我的视频的右上角，我拉也拉不下来。这东西咋弄掉呀？哦，他回来了。没事，你们看不到，我只有我自己能看到。我想改成拍戏，没了吗？只有我能看到，那我把它给扔掉了。好了，我不会，我现在删掉了，原来我只要重置一下就可以了。好了，我把它扔掉了。行，我现在知道了。我想留头发，留长一点。结不行，就很累的话就不行，朋友们。我打算留长一点，留个两边留出来。小小留个浪妹，欢迎你们啊！欢迎我呀、啊！这个耳机好像是有点问题，这哪个耳机？这不是我那个耳机，换个耳机。你不拿错了。真假的？对，我之前留过，我之前啥时候戏上？好，晚安晚安晚安。昨天跟那个制片人哥哥他们也聊了，希望反正后面顺利吧。我真留了狼尾，留惯了，留的还挺长，留在这儿了，但没有留到那种就是巨长无比的那种，没有。对，哈哈，都还累呀。哎，记忆呢？原声不知道，应该不是原声，后面的项目应该不是原声。原声一定会是自己。你说什么这个吗？人夫，我。对，我也喜欢我自己是原声，我喜欢原声。而自己台词对自己的人物也是有加成的。辛苦你们，我这个点播，好吧。横里一粒粒一粒粒，这挺正能量，挺正能量，挺正能量。横里一粒粒一粒粒，横里一粒粒一粒。谢文腾。校园是我自己原生的，稳重人夫，啪。搞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
你们这些年轻人。人家名儿叫这个米花蓝泡泡，都明白。怎么人夫？那我本人真的很形象，朋友。关水瓶这，忙什么？不拍戏就忙着准备拍戏。嗯，现在同学们没点关注，点关注呀。哦，这样子哦。向远想谈恋爱，听向远的声音想谈恋爱。我是真希望自己戏都能是自己的原声了，原声真的舒服贴人，而且我听惯了，我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声音，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声那个音量，有些情绪那都挂得上了。小什么心情小心情，朋友宋兰，是这意思吗？这个叫武家坡，这叫武家坡，你们猜这是什么歌？我的心往事包装。不是，因为有些配音老师他们配的确实配的很好，但是可能你们有些了解我的朋友或者听过我声音的朋友们，然后再去看那个声音，你们就会有特别大的落差。我听那个我就特别难受，我自己听非常难受，对吧？你明明知道这个人出来的是这个声音，然后欢迎彤彤，多难受。我的心往事包着，我给你孤孤单单，不等我去哪里，真真一心一意。我一起往事抱团，会不习惯的，对吧？我也我觉得不习惯的，就把子打皮球。你怎么了？最近记忆咋又不见了？记忆？我见这一十八载，总得学一分。工作的事情还是什么样的事情？午夜回家的父亲，晚安，晚安，早点睡，明天上班加油。带徒弟，你当年泪不干，你的天边落，你眼的红尘间，难看不懂分辨，最亮过早了饭。拍戏宝贝儿，拍着呢，没停，真没停，刚杀青仨月。落下昆风也慢，我本家就在阴暗，日云红大眼显落山，乃知道三界受傲气。我的心往事抱着，没有说你坏话吧？我不知道，我躺沙发上睡着了，冷。已十八年了，我的不是了。没事，那你不提。我是跑着已十八年了，我的不分家老两鬓斑。北京冷啊，但我不出门，北京室内暖和，出门就冷。夫妻俩团圆，看我的红，看我的黑眼圈，真的。十一月供暖吧，快点点。
是吗？你在广东啊？嗯。姜老师不生病了吗？还是咋？他确实好久没做了。他不是那段时间感冒还是啥，然后后面就没播了，我也不知道。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发现我的心睡得有点不错。哦，你在福建啊？欢迎夏的朋友们，欢迎可乐。不能流眼泪。哎，我觉得唱好了，超人。哎，我昨天没有播。我是累，但是我现在有点儿，最近太累了，哎，就不知道咋跟你们解释。我现在非常缺觉，但是我的肉体很困，但是我的精神又很精神，就很矛盾。我真的好困。妈妈说很多事别太计较。感觉到了我睡不着，难搞有点技巧，到底是你我你的车条，我的车却随意断掉，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怕清风下不需要提示。看热闹啊，我做很多事背后的秘密，想象电视剧里有声打架，我能去看吗？是实力在考验，能看看我的伟大理想。因为我的脸换头像了。在对比的假象，我不知道可是变成了社会的烂漂亮。每个在台北那边装的亚当，见我要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你干啥去了？没事，没事。往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崇拜？随时随地注意形象，要过这一次不能就跟丢下风的拉下的我不想。好莱坞的城中国戏院，你喜欢的收音机，可是才能看见我的家。哦，如果超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停一停歇，再次俯瞰这个世界，会让我觉得好一些。欢团子，哦哦哦，拯救地球好累，虽然有些疲惫，但我还是会。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火速睡着？谢可乐，就是我昏睡。别，不至于，人家。我现在巨困，我现在。但是我真睡不着，你知道安老师刚才唱歌，我离他这么近，我在那儿就睡着了，但是睡一小会我就醒了。别去了，我吃感抗，我疯了，我没事儿，我的眼镜还丢了，我觉得有可能是我静不下来，安静不下来。羡慕团子连了一只。我现在知道我怎么样能睡着，我去找地儿按摩，
然后按脑袋，我就能睡着。别，我没病，我吃干糠。我不骗你，我在车上回来路上，因为车是黑色的，然后路灯也很暗，我就躺在那个车上后座，很舒服，然后听见那个两边车水马龙的声音，哇，就很舒服。没有，我最近觉得特别差，最近睡眠极差，主要最近每天早上都熬得特别。谢谢你，真难受，哎呦，又很累，又非常需要睡眠。我最近这个黑眼圈啊，太严重了。六味天子，九天丸治失眠，我朋友给我推了那个什么枣糕，那个啊，不要试试叫啥。我一听我就会，哎，不知道咋解释。记忆咋样了？对，我就因为太不规律了，所以很难受，你知道吗？我也不行，我也不愿意。就是神经时间长了，神经就有问题了。我真睡不着，同学们。哦，嗨，好他试卷，哎，好他试卷，我确实睡着。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眼泪的酒都接着再来，你总是要我乖，慢慢计划将来，我想依赖而你却都不在，应该开心的地带，每天前全是空白，一个人假日发呆，找不到人陪我看海，我想你应该明白，愿意就等不来，没说以后的伤害，我是真的很难释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想明天开点药，白乳碱。我想明天去看能不能开点药。哇，我想太难受了，我还不如喝点睡得好。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你很没出息，求我别离开。恭喜我们乳碱升到十六级灯牌啦！都是要被入侵。我现在就只想睡觉，阿老师唱歌我都会睡着的。啊，我有安神补脑液，要不现在就可以喝一个，好用吗？都是我们第二个十二级灯牌，十六级灯牌的法子。我的眼泪也一直掉下来，让我脸上的苍白看到记忆慢下来，过去的你在倒带，只是感觉已经不在，过去你给的期待被我一次次摔坏，你的手却
却放不开，你原来就吸着我的离开。我电影院很好睡觉，来赞，谢谢你，谢谢你。好，你们快早点睡觉吧，我一会儿我也去睡觉觉了。拜拜，晚安。小五月怎么了？怎么了，五月？下期跟你们说是，哇哦！姐，姐，姐，你，谢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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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老板，谢老板，谢老板，你这是。有牌面，有牌面，你太狠了。我已经坐上航天飞船了。你刚回来，我上天了，朋友们，我自雄了，我上天了，我飞起来了，我理解呀、啊，好好好。好好好，直接给我干百强了，我的姐。我喝一个，谢如姐，谢如姐。我哭了吗？我哭了，我快哭了。感动，感动，感动，哭了，哭了，呵呵。还是会。不要问我哭过了没，找人不能流眼泪。来吧，点首你的歌。无以言表。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若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我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夜雨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歌。感谢入姐，感谢入姐，你这个。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我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是不是吴越？我是说谢谢依依。吴越，吴越，拿抓！谢谢依依。别怪！小心，小心。后面戏还新戏还没有宣，新戏还没有宣，大家可以等一等啊。我新戏有去有戏要放的话，我抖音也会，然后WB 也会。古装。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向朝林，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谢朝林，谢朝林。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乖，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想不着你，想不着你，想不着你。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好吧，一年永恒。莫奈厨娘不知道今天怎么那么傻，之前说是今天上，但现在已经谢 KK 谢 KK 换 KK。 对，然后刚
刚杀进这个戏叫凝妆啊，后面我希望再进一个古装的项目，这样今年我就可以在横店待着，这样稳定一点。感谢赵丽，感谢赵丽，感谢所有帮忙点赵丽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杜如姐。我总感觉我今天也有点安老师，你喘吗？就上不来气儿。我今天有点人。是感觉憋着口气想发火的人吗？不是，我是上不来气儿。谢少林，谢少林。我不能又染上了。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应该不是。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这样听大鹏还凶什么？哎，你轻声说，我家还有，没事没事，先放走。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又想起当天的星光。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昨天喝得太晚了，然后刚醒。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消失，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也会心术，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谢谢我们超龄。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我今天就我是肉体很困，但是精神不困，刚给你们说了，我一会儿看吃点药能不能睡上。我不带现金，挺严重的。你都如何回忆我？好，超龄。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会可惜，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我是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没毛病啊，老铁，没毛病。行，多喝热水。真的，多喝热水是有用的。康巴，康巴的是啥东西呢？我可不是有点炎症。哦，康巴，行，一百度，一百度。明天你们就能看着直立行走的李博尔了，朋友们，横着给你们送进来送出去，好吧，横着给你们送进来送出去，嗯，孩子们，好孩子，好孩子。你想听我唱体面，啥日子啊，你要听体面，好吧，笔直的李老师，笔直的李老师啊，送给你们。为啥要听体面呢？好日子，你分手了？你如果你分手了，我给你唱一个。你要是没分手，让你 emo 不行，记忆在。记忆问你的问题，你咋样了？周末过完了，你去看了不？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好，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其实我可以帮你诊断。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你要分清楚一下，自己是单纯的心情不好，还是情绪问题。不会是被我影响的吧，温阳阳？不会是被我影响的吧？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如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谢谢秋娟，在何才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心情都好。我小十一。唱点高兴的歌吧，我们唱个什么阿拉斯加海湾。开玩笑，开玩笑。我很好，手都累了，咋了？谢谢你。又来到天亮的泥沼，又想到一起看日出，你用力地抱着我
说怕丢了我，我承诺一直看到老。爱情像烟灰，不经意会飞，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不见，原来剧本早已铺成了情歌。现在没人比我早睡了，天天都有人欢海棠花开。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没有安眠药。原来爱情本来就那么妖娆，现在谁都比我早睡了。看完说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原来不能再唱这首歌了，不要不开心，找一个好，别让他喝了，喝越喝越喝会越不。哎，大老师有首歌，给你听这个。啊？好的，我可能是支气管。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听过吗？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啊！我在直播间点这个歌，我不会唱、啊。万物盛开法则。不会没有这首歌吧？好的，没有。听大老师的歌，你会不开心一点呢？我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前两天，我前天，把好多该解决的事情就大概了解出来了，然后明天要去公司，然后把好多事情给解决一下。傻哥，傻人有傻福，我们傻人有傻福。就没有人能伤害我，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什么能伤害我。哎，有点吵。安老师，太香了。吃吗？我不敢吃。为啥？我明天会中。明天，我明天要去公司。没事。不行，我不要，我闻闻味儿。啊？我闻闻味儿，麻酱拌的吧。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博文，好吧，我演过《陈情令》，演过《我和我们在一起》，演过《三生三世枕上书》，演过《一念永恒》，演过《光渊》，啊。人要接受自己被讨厌，我现在就非常接受这个事情，我也是非常非常接受这个事情。人要大彻，朋友们，人不可能会大彻大悟，但是有些让自己脱离烦恼的小技巧，我们大家要掌握，好不好？我都没好意思，我都没好意思。对吧？咱们就不要把一些事情想那么重，放放轻松。哇，我是一个吃了晚饭的人。
对，不要想着去当一个，哼。像昨天哥哥姐姐们跟我聊了好多，就整个人豁然开朗，要么我今天早上能到六点吗？好吃宵夜，天哪！我嘴上说我最近比较放纵吃，但其实真的没吃太多，真的没吃太多，流一身汗。对，我这是比较，我的事都比较麻烦，要解决好多好多东西。唱首《敬你》吧。可以吗，安老师？换一首。说敬你，安老师瞅了我一眼。李荣浩。哎，怎么现在点搜李荣浩的歌只有一首了？我不辛苦，我不辛苦，我不辛苦。我现在开心多了，我现在好多了。哎，李荣浩的歌只有一首了，为啥呀？我不辛苦，我命苦，没有，那就离我家吧。李荣家有开心的歌吗？谁的歌开心一点？我先放歌。哦，徐老师可以。我问寂寞，缓缓作为，听听照片轮回了几遍，静寂等着，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搭肩，我又把远差一点多一些。不行，我就唱不上去了。学校花店，荒野的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不行，我换不来气儿，气儿上不来。我跟君莫姐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哎，是我，我放歌，我放歌吧，我放点 R&B 吧。昨天好开心。陶德里，我不生气。什么给爸爸？什么给爸爸？什么玩意儿？还要追三几遍。我爸生日没有，他睡了。我听陶德里。等等，看什么好歌？谢谢，是没有帅哥。你要去哪找帅哥？你要去哪找帅哥？你告诉我，我也想去找找帅哥。你告诉我，北京哪个地方帅哥最多？哦，好好听。Super together, baby, with you and me。真假的？春色宜去干嘛了？Know that you can lie。 没有，安老师就在我边上。我是演员，我是演员，怎么了？
Yeah. Oh, and it's in my heart. Need all you need. Need to save some time. 需要认证吗？你百度百科一下我来说。You don't need me anymore.他是谈恋爱了。啊，他去杭州了。Oh.Save her to get her, baby. Save her to get her. Ooh, I need you. I need you forever, baby. 没有吧 ？You and me. Oh. Save her now.怎么可能带？我们可以快递啊，羊肉，羊肉我们可以快递啊。谢谢，谢谢大家点赞，谢谢大家点赞。你们抓不到我的，李老师神出鬼没，这个真人可以吗？先宝这么点赞、啊、我有一个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对我说声好久不见未必永远会有我的幻觉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说实话本来是想去的但是我实在是来不及因为我还要飞福州分手那天我想在北京的时候如果能我怕有工作然后我11月2号有一个活动有一个商务的活动在别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见得到嗯我对你付出的这次一夜听说你去孙老师孙老师你来干什么孙老师你嗨个屁你嗨你都不是我的互关好友你都不是我的互关好友你太离谱朋友们欢迎一下我们孙老师哈哈哈姐来给我刷礼物行你来给我刷呗来你给我刷一个你给我刷一个小星星你给我刷一个小星星我看看你不要骗我行算你有审美算你有审美好不好你有审美你老厉害了谢谢孙老师孙老师大气孙老师给我戴红帽子宝子不打鸣啊不打鸣不打鸣还好你给我送的是红色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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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孙老师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完了我让他抓着了我会不好意思我会害羞天成你俩是为啥呀孙老师来你们是今晚上组团来抓我的是吗我看今晚还得有谁来怎么叫看孙老师的戏长朋友们孙老师的戏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我们是跟孙老师一起成长的孙老师真棒啊孙老师我好饿呀
呀、我已经不敢造次了，哦，你们看过孙老师是什么戏啊，朋友们？喜不喜欢孙老师呀、朋友们？喜欢。那指定的，孙老师送特效的。智慧女孩不要秃头。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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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平。孙老师大好人。我家。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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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孙老师什么要求？孙老师你有什么要求？我俩不光是演过一个戏，我俩一个公司，这是我老板，好，拜拜，如姐，赶紧睡觉，班海豚，看你个头开摇摇，神经病，怎么摇摇？孙老师，我给你唱首歌吧，我看能不能点着啊。孙老师别走啊，孙老师，我看能不能有啊。我给你唱首歌啊，你别走。管什么人，孙老师。朋友们，还有 MV 哦，撒娇的时候对对对对对你闹，是因为朋友们快去搜一下，还有我们还有 MV 啊，我们孙老师，MV 的最重要，可好看了那 MV。 小小养着坏坏的嘴角，我心在乱跳，蹦蹦不告诉你了，我悄悄的。没有没有，好听啊。对你拒绝不了，我的脸别走啊姐，别走哎，你不是这样的人。喜欢你，别明天我去公司，挨骂啊，别给我整这死出啊，看你个头才叫我下播了，拜拜。喜欢你像是脱口而出的音调，像是你说完了老弟，谢小静，老弟你说完了。温柔的眼睛对对对对对我笑，你是一辈子对对对对对我好，你是我最对对对对对的人，我知道。撒娇的时候对对对对对你闹，是因为你对对对对对我好。得亏这个地方等不着李博文的歌，能点到李博文的歌，李博文完了，姐。最重要。完了，他骂我了。接点好看的图行吗？明天上，明天去公司，罚站。明天到公司罚站，欢迎莫言。喜欢你像是加了冰，完了，明天去公司。像是第一口吃的蛋糕，对啊，有什么好惊讶的？孙老师也能刷手机，你笑死个屁！我天天都能看见你，昨晚上看见你，今天晚上还看见你。还听过我们孙老师的歌吗？我不敢吱声了。睡睡睡。
睡睡睡，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躺着睡大觉。看，这你好人，好人，好人，好人。好了，我被孙老师骂了，呵呵，因为我开滤镜了，好吧。好呢，好呢。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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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吧，老弟们。嘴巴，空气突然安静，这有啥直白的？就我对自己几斤几两还是有数的，朋友们。就唱个晚安啊，现在的朋友点点关注啊。去匆匆地留下感情，谢谢你。神色太慌张，你一声逃避，却如此的令人着迷。离婚，江老师。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那真心与寂寞去纠缠？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好，睡睡睡，不唱了，不唱了，你睡下去吧。去睡吧，去睡吧，不唱了，我下班了。你咋又回来了呢？哎呦，我刚说睡觉，困了姐。困了姐，啥意思？不是，我明天真得去公司，刚来啊。咋整？明天真得去公司，我怕他给我明天穿小鞋。几点起啊？这早中午。谢谢春水姨姨。不能吧，孙老师，咱不是那样人。我溜，不至于啊，咱姐是好人，心胸宽广，人美心善，她能给我穿小鞋吗？她不能啊。对，是我，四七大脚行儿。五月，五月，他不可能，他不是想着五月过来。过来，给你姐姐看看。过来，你等会儿我让你看看五月啊。你过来吗，五月？你错辈分了。啊？那是他姨，咱们是他姐呢。他不管你叫哥哥吗？不是。哦、你我不知道你俩咋论的。五月来。你是小叔啊。我是叔，你是哥哥。咦，我的辈分。来。给哎呀，叫啥都行，你跟我叫吧。滚滚让边牧咬了。哎呀呀，哎呀呀，快叫人，你叫一个嘛。我要叫，哎，我要叫，我要叫，叫个屁的叫。哎呀，走开走开走开。他
现在不想让我抱他，不好使。怎么，圈色姨有说法姨？你不是在外边玩着呢吗？信号太差，拍点无声。不是，你那个，你跟我简单形容一下你那边的场面。你简单形容一下你那边的场面。啥场面啊，快，谢谢，我期待一下什么场面。虽然你啥都听不见，就是你形容一下你身边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演过陈情令，对，我叫李博文，我演的陈情令，演的宋兰。哦，他那边吵，你们帮我打个字儿。哦，慢摇吧，就这种呗，是不？不是，你都去慢摇吧了，你还看我直播干什么？你慢摇你就享受一下，真假的？不错。哎，金老师还在吗？啊，金老师还在，滚滚长得让你你错，主要是你好看、啊。我掐指一算，你的桃花即将盛开。我掐指一算，你的桃花，你要有桃花了。谢小姐，谁没拴绳子？是滚滚没拴绳子，还是那个狗？边牧师，谢谢玉儿。全是女孩儿，哎，在哪儿？给我发个定位呗，我叫车了。那咋办？那没，反正没咬伤。性别不重要，不要卡死性别。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出门遛狗真的要拴绳，朋友们，真的要拴绳，好多。就是我们要求不了别人，我们得管自己，对吧？有时候你狗狗如果没拴绳出去遛的话，然后别的狗追过来，别的狗没拴绳，我们道德要求不了别人，咱起码牵着绳，我能赶紧把自己的孩子给抱起来或怎么样。啊？那人们能不能让他们赔钱啊？小孩没受伤就行。说狗狗咬打架，然后就那个招太损了，抓他腮帮子抓起来，但是你都是女孩没法弄，得男孩有劲儿，男孩有时候都不一定整得过，那狗哗晃脑袋给你来一下，你吓坏了。五月在家都不敢出门，滚滚多少斤？等会儿。滚滚多少斤？30斤。欢迎王小五。滚滚30斤。好，伙食真不错呀，比我强。30斤的滚滚。不，十几斤，得有十几斤了。大孩子，五月天天在家的，五月小短腿儿，哦不，那个滚滚小短腿儿，
五月马上一岁半了，去年五月份的小弟弟，他是小弟弟。哦，说你弟弟呢，说你是弟弟，他还行，但他跟柴犬不对付，他跟柴犬不对付是吧？啊，他跟柴犬不对付，见不了，见柴就会吵架，一见就吵架，不论公母啊。Nibble，Nibble。呀，嫌疑。经理 ，salute。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见，但是 ，salute。向你致敬。欢迎夏天，你戴了个耳机。享受一下这个 music 好不好？你去个漫游吧，戴着耳机看我直播，好孩子。啊 ，salute，salute 懂啊？不好玩吗？真的不好玩吗？我还好，但是你朋友一起，然后都是女孩子。真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我想知道你那个八放的啥歌呀？好听不？美丽的画面在等着秋千梦开始铺垫。你真的很认真的在戒酒。行，你回头让我感受一下。啊，我知道新疆的朋友们，新疆的那个班跟我们这班完全不一样。新疆班里面都是这样的，是吧，安老师？新疆的那种那个吧，好多就是里面跳舞是他们是认真跳舞。吧。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该叫啥。啊，你那个叫什么？什么 ？disco。新疆那叫。他们还认真跳舞，那歌舞厅一样的那种感觉。哦，对，里面就是一桌一桌，然后所有人都在跳舞，就哒哒哒，就这样的，然后这样，然后怎么哒哒哒，就这样子的。宴会厅，那属于叫宴会厅，反正就什么厅。对，我见过，挺特别。我俩，我谁俩？欢迎四喜。不是，那我没去过新疆的吧？我是 disco， 我还洋气一点，歌舞厅。蹦沙卡拉卡，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什么九连环，这里的噔噔噔噔噔，那咋办？那咋办？那叫啥呢？那个东西叫啥呢？我俩这么 out 吗？我想捡安老师刚刚那一碗吃的闻闻味儿，你泡了碗面？不是呀、啊，这个是我下午泡实在不想吃了、然后我刚点的是那个麻辣烫。那我去了咋办？我这种我去了以后给人擦玻璃，我去你们那个吧，人家在那儿这样，我在那儿甩大胯啊！他们不会歧视我吧？拉起来干啥？跟他们一样跳？跳的不一样，跳的不一样，跳的不一样，会不会罚我喝酒？就罚我一杯。哎呦，不能说酒。我们会，载歌载舞，牵着小手，朋友们摇起来嘛啊！我们新疆的歌舞厅。
敬酒我受不了。啊？新疆咋敬酒的，安老师？像那种民族歌舞厅是禁止饮酒。我不让喝酒的。是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的。不让。就是那种你说的那种比较传统的，里边是不卖酒的。哦，就只能跳舞吗？因为穆斯林是不能抽烟喝酒的。哦。得说外籍人哦，就是光光干外地小孩，外地小孩来新疆站着走出去就说明没有喝好，必须这样给他送出去，就是这样给他送走。朋友玩开心了吗？哎，玩回家了吗？站着出去不行，朋友们啊，今天没有喝好，回来兄弟再喝一点，再喝一点，再喝一杯。晚安小静。真的是，我听说是这样，去新疆去内蒙就是这样。谢记忆，谢记忆李华东。你要到山区里边去跟他们喝酒的话，就是一定要把你喝到见到第二天的太阳，要不然就是待客不周。朋友，我们俩也经常看见第二天的太阳。就是我最近半个月每天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早上边聊边喝，那不是，那是光光光喝完了吐，然后一碗羊肉汤，你喝完了继续。羊肉汤是干啥用的？羊肉汤让你缓一缓，然后继续喝。让你有东西吐，那个东西哦，就是润，让你有东西哦，不要，欢迎海豚，哦要这样啊，谢秘密，那我不去了，我搞不懂，哎，你说我不一定会满足你，你可以说，哦还能这样，朋友们，我们在北京，卤肉饭、牛肉面。然后那个温莎的粉好吃，我们现在去这个新的地方，它这儿伙食都很不错，啊，非常好吃。我们通常还有小龙虾，哦哟，朋友那个虾太棒了，小龙虾一般人喝完了以后，然后我饿，二老师刚刚点了一份外卖，那个香的我在这儿，欢迎陈爷，谢谢爷，给我香的，我饿死了，我晚上虽然吃饭，猪脚饭，猪脚饭有的。猪脚饭想吃随时可以点，猪脚饭小意思，真的。我们那儿什么还能跟你要烤羊腿，他们烤那个羊肉小排嘛。哦哟，我的朋友们香极了，香极了，真的。谢谢陈毅的小心心。哇，我有点后悔。我现在要点个，我现在泡碗面，安老师，我是不是有点过分？还有一桶要想吃就泡。我去杭州吃，去杭州吃，我来不及。你们去杭州，我来不及。我要飞福州。我回你一句私信，为什么？你有事在这儿说，有事在这儿说。去杭州，我可以给你们做饭。哦，不是，斌哥说可以给我做饭。去斌哥的小烧烤摊。谢流年，14了，什么14了？什么14了？哦，你14级了，哦，恭喜我们基业14级了，啊，好好好，回你，你是个屁，你是，我们把兵哥的那个烧烤摊子给他支棱起来，朋友们，哦，14，我还在说，哎，0.14了吗？还是14号了？我看半天，你8级了，你厉害。你是个屁！你是，我信你个鬼！恭喜我们今天啊，今天灯牌还升了好多朋友，欢迎微醺宝贝，微醺宝贝，餐厅吗？啊，啥餐厅？哦，没有，它不是餐厅，它是自己的烧烤摊儿，它有自己的小炉子，它管隔壁工地借的帐篷。边烤还边下雨，就这样还得在外面烤。哦，饿了，但不行，你要减肥，朋友，我伤害了你，我没有伤害你，你先欺骗的我，你先骗的我。哦，我真的饿了，我这个点，但是我又困，我又饿啊，我真该死，我这个日子过的。改天介绍一下兵哥认识的啊，哎，你也在杭州啊？对啊，金老师，兵哥也在，兵哥也在。减脂期别吃饭，减脂期吃玉米、豆芽、玉米、豆芽、西红柿、
什么南瓜、蔬菜，哦，然后你吃点那个主食，吃点水果，蓝莓啥的可以，不要吃糖分高的，不要吃甜的东西，水果也不要，真的，西葫芦也可以，对，蘑菇也可以，然后辣那个青椒，主食不是主食，你不是得替代吗？什么荞麦，什么那个，红薯。对吧？希望你爱。I love you. 哦，哎，你们去完那个漫游吧，是不是下一站应该就是夜宵摊了？春色姨，夜宵摊，去到那个夜宵摊，香喷喷，你能忍得住吗？你忍不住。你看，对啊，你在杭州，斌哥也在杭州，可以吧？改天有机会，四五点了就去。哎呀。那时候天还没有蒙蒙亮，新疆天亮得要九点十点了，朋友们。I love you。他就喝一瓶儿，我不行，我忍一忍，我真的饿的胃抽抽，就是。对，邀请你去工地，我去松干，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那个工地。品鉴呀，我们先试菜，好吧？行，你给我录一个，我看一看。去我们的工地烧烤摊试菜，不用你吃就行了。有冯老师，冯老师就干活。我们这个队伍慢慢的壮大了起来，朋友们。杭州房租贵不贵啊？杭州房租贵不贵啊？我在想。要是搞自媒体，就直接飞杭州去了，就不在北京搞了，比北京便宜，真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那杭州的生活成本比北京要低很多。其实，说实话，真的这么算，我觉得这么算的话，北京生活成本非常高。出门你要有车开车还好，在路上堵车，出门基本上你出门办事30分钟往上，到地来回。哦，你上海4000。哦，涨价了。杭州你得饿死，杭州朋友，杭州就天天咱们新疆的东西就往杭州寄嘛，对不对？哎，就是这样。10000多能4厅，横厅4房，啥叫横厅？2室3居。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杭州，啊，我一直觉得杭州这个地方应该好不是，谢谢李丽君，我嘴都瓢了，不连了，我要下了，宝子，你去兵哥那儿吧，我一会儿去兵哥那儿打个招呼，买不起，我先过，但是，我如果工作，我就得在北京待着，然后不行的话就去天津落户，我还没有户口。租房环节很好，行，滨江区我不熟，再说吧。哦，环境行。哇，北京朋友，30朋友，5环外30朋友，不行，5环外30，你是我一届的同学，你是我。你是我点不开。朋友，你报个名字。朋友，你报个名字。你是我大学同学还是高中同学？你报个名儿，没事儿，他们没人敢调查你。但你这么晚不睡，好孩子。幼儿园的，欢迎齐安，短的，兔兔还在呢，兔兔，短的，老乡。老乡，朋友，不是16万的有点太宽，正常北京现在房价是3万起，正常是3万起，啊，3万起，然后5万、6万、8万、10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说实话，北京的房价。
挨着地铁站的价格高，挨着商圈的价格高。啊，对，李平，对啊，我跟李平关系好，不带嘴跟狗玩，别这样，别这样，楚楚，你是兵哥的。对，你们不要再跟我搞这套了，你不要再跟我搞这套了，什么狗不狗的都姐妹，别这样，我害怕，我害怕。哎，别狗不狗的，求你们了。 Love you, Oh yes I do，无法不爱你 baby， 这爱你的权利。买房子好好挑一挑，真的，买房子好好挑，好好选，真的。买房子跟选男人一个道理，朋友们，好好挑，好好选，货比三家啊。哎，是我，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就讲道理，话糙理不糙，是这个道理，朋友们，是这个道理。房子，你首先一点，你看买房子是这样，个人观念，你管我。买房子，第一点，地段，对吧？周围的配套设施，什么医院啊、教育资源，离商圈近不近啊，要考虑。第二个，你买房子你要看格局吧，对不对？你要看房子的格局，然后你住进去以后，你要看这个小区它的物业是怎么样的，你要看周围这些邻居，对吧？孤城上不了城的。哇，真的，朋友，我之前在北京看了好多，但我没有户口，我没有户口。房产，哎呀，我不能在直播间聊这个吧？说马上房价好像又要那个啥了。对，我贼费神，我脑子不好，我挑不了，我不会，没有远见。你想之前北京那个房子涨价涨多快，涨得多离谱，重点是涨完了好些地方，涨完了大家买了，买完了以后，房价确实涨了，翻倍涨，涨了一倍两倍都有。然后买完了以后，结果过一两年，价格那个泡沫爆炸了，房子就全砸手里，没有人去那边买房子，没有人去那儿。对，哦，好，嗯，就没有人去那儿。不是，就是你要有选择嘛，对吧？你得那个啥，嗯，你想想家里的积蓄呱呱的就砸进去了，就一个房子，你也没法换，它又不像别的。你换房子得买卖，得交税，得这那的，很辛苦的，好吧？不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我虽然世界变个不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在南方生活。然后他们有在南方的生活圈子，如果他们要来北方的话，那就让他们脱离生活圈了，对不对？但是我的工作也是在，都是在北京，对吧？那我肯定是在北京，会更好。但是北京我也没户口，很多事儿很麻烦，就哎呀，就确实很麻烦，不能找个北京对象。但是我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可以去天津，天津户口还是相对来说好弄一点的。北京租房，对，北京租房，我现在就是租房。开玩笑，开玩笑。因为说实话，但是爸爸妈妈的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爸妈是觉得是你买房子会更合算，我自己想法就是租房子会更合算，对吧？我用，但是哎呀，房子起码是固定资产嘛。
不要把生活的钱全部用在房子上，租房子上，对吧？没有必要。哦，太饿了，真该死。我要吃饺子。喂，奶奶，我要吃饺子。得考虑一下未来，什么未来？没人，我考虑个屁！不考虑。你没意见啊？好。不要！不吃黄瓜，不吃，我家没有坏木耳。好了，兔兔，你是好人，你是好人，真不错。嗯，但海南毕竟是个旅游城市，说实话，而且每年大家都去那儿度假的，有房子在那儿确实很好。但是海南那个房产投资已经快接近顶峰了。你要投一些买正常的那种商品房，就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对，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你要买，可能买那种小联排别墅，诸如此类的，然后怎么样的这种。我刚杀青，宝子，我刚杀青，刚杀青回来，嗯，武汉20000哦。我觉得武汉这个城市其实挺好的。欢迎毛毛，我爸现在去武汉了。哎呀，不能在直播间说。不可能更快乐。长沙以外，武汉啊、成都啊啥的。欢迎毛毛，毛毛辛苦了，毛毛，毛毛发财，毛毛赚大钱，毛毛。我肚子都叫了，真的。我肚子叫了，我肚子刚咕一声。说毛博文。乖巧懂事。对，我在考虑吃什么，还得考虑周围的外卖好不好吃，送的快不快。哦，哎，我可以去煮俩鸡蛋吃。我可以煮俩鸡蛋吃，我可以吃鸡蛋。你要吃吗？你吃吗？我给你煮啊。我朋友，我现在说吃鸡蛋，然后我可能一会儿会把那碗面给泡了。不要，咱不是那样的人。哇，好饿呀！等会你们听啊，啊，真的胃在那儿咕噜咕噜咕噜。我晚上吃还行，辛苦毛老师，我真的饿，贼馋，贼馋。这时候要有时候该死的一些人给我发什么好吃的那个什么烤猪蹄什么，哇，要不吃点吧老师你吃点不？鸡蛋是吗？啊，我不吃，我给你煮吧。你帮我煮三个吧。行，仨鸡蛋我够了吧。就白水煮是吧？白水煮。我真的叫了，我的胃，我真的饿。别吃六个，吃六个，鸡蛋吃多了放屁臭啊，朋友们，蛋白质吃多了放屁可臭了，少吃点。我增肌的时候，我鸡蛋一餐是吃六个。你明天掉秤，我今天就掉秤。我主要是累。我吃鸡蛋，你们闻什么？水煮蛋，水煮蛋，水煮蛋，又不是荷包蛋。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我咋突然之间想哭呢？就够我悲伤，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不知道饿的吧？对，家里有零食啊，冰箱里有肉哈、啊。已经煮上了。谢老师，不能再说了，再说，那你们快去吃吧。
哎呀，我讲不了了，我吃晚饭了。今天怎么样？今天显年轻是不是？显岁数小。我咋办嘛？你还要我怎样？五月，要不把你吃了吧？五月，要怎样？今天造型，今天没有造型师，今天造型师我自己。我拿谁家好人？造型师住家里，天天出门，造型师啥生活？哈哈 ，double， 你太厉害了。安上的又不是我自己的眼睛，所以才这么好看。我怎么这么好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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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宝子们，不说了，我去睡觉了。晚安。不唠了，再唠更饿了，再唠就得叫外卖了。吃鸡蛋去，吃吃吃，我还得洗脸呢。我吃鸡蛋，我去了，好不好？晚安，四该睡了。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晚安，保重身体，各位也保重。Good luck， 祝你们幸福。我怎么等一下？你说吗，杨宝？吃吃吃，我下播就吃，蛋没煮好呢。聊干什么，毛毛？掀起来，这个还能掀起来？咋掀？这么掀？啊？咋掀？冒吗？还是这样？这样？啊？我不信！不是真假的？你给我等着吗，熊猫？你等着啊，等你明天播的啊。我跟你讲，我最近看毛毛直播，我苦练和平精英，我现在已经能够独自吃鸡了，我可厉害了现在。最近没有的，啊。你别不信，我告诉你，你别不信。毛毛今天心态特别好，朋友们，你们要看我吃鸡直播，你们会觉得哇，这个游戏呵呵好难啊！我说找不到人在哪，我就哎，你下午炸的时候我看着了，但我是用平板看的，真的。那。别生气，毛老师。你想想，你还有这么菜的朋友，你还有这么菜的朋友，对不对？你还有这么菜的朋友，我，哼，我展示一下，我展示一下，不会，毛老师不会那么对我的。我只会说这个游戏有问题，不对，这个游戏有问题，他肯定有问题。好，不跟你们聊，我去吃鸡蛋，我要饿死了，再见。拜拜。